为什么不请我去做电视导播呢？真是的。啊，我也让观众们看看广告啊！你是懂直播的。好烦啊！恼羞成怒。你如果要出来，我不是已经出了吗？楚门世界确实好看。 而且这电影太早看，看不懂。我操！我第一次看的时候看不太懂，有一些东西得重复看好几次才懂。被直接压爆了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操，可以！什么意思啊？又吵起来了！啊，这……我操，哥们用 buff 不到，两个火，我这塔算是很帮这个鸟人，跟他要位置他没用。 下一把了，纯恶心！怎么又下一把了？这你选远程压近战，你压不住你，哎呦！我不帮你，你就死了。刚才我操，那个凯隐都到位了。 他不会觉得他能活下来。这是中式定位。 操，好极限，兄弟们！我肯定帮他，我不过去他死了。他刚刚那个等级，凯隐过去肯定越他的。怎么说？哈哈哈哈哈！溜溜溜，黑子说话是吧？不帮。
黑子说话还行，武器的，黑子是不会加油，加油！哎呦，辣条，妖攻生命，悠悠之连打了600。 还好给我们带了个魔卡，不会是稿子吧？跪下你们这些凡人，让我洗干净。不出来。 狗子玩是吧？搞下路去。算。结束了，弗拉基米尔。 中国有句古话，叫做“不见棺材不掉泪”，你还回来？非要把自己玩死。 我操，还好还好，应该输不了这局。8级4个头。哦，这么帅的卡兹克，还行，他补补道具，主要下路穿。哎，也不能这么说。 我这挺关键的，这两波给那个凯隐整了2波大的，对面15有可能。人呢？只有剑姬在挨着。不管你，本来就不该管，管他干嘛？ 我不是王，我不是神，我是更可怕的，就是这样。哈哈，对面要发疯了，随便的血给刷吧，他怎么刷都没什么用的。 丢！要不干脆我操，哥们重新带点燃算了。笨蛋，开 W 啊，这肯定 Q E 开 R A 的，刚好那一刀是使劲去加那个。 青铜这个伤害值给秒杀掉，不过你还别说，带点燃确实杀得快，但是带点燃杀得快，我不像传送那样，压制一下就可以。打中单好点，容易带节奏，这不是把把都打死，哎呦，那个凯隐。
中路确实可以带火线，确实，确实，七老师，加人 2.0， 笑死！这么爆，哎，牛牛，这鸟人不说话，脾气大，我操，现在。 都放假了，我从不屈服。我操，这螳螂是我同学是吗？哇，这什么伤？这啥伤？哎，不会杀不死，还真杀不死。 还真杀不死，玩中单建模扮妖姬吧，把妖姬扮了就 OK 了，只要扮了妖姬就 OK。Legendary。 笨蛋，没大你还来抓我！现在全身爆炸，太难受了。妖姬打不过妖姬手长，而且飞来飞去，其他都可以打。我确实有点考虑要不要打中单，玩上单感觉太慢了，慢的。 妖姬出电刀对线不单杀就算大意，也不是吧，他出啥你都打不过，但是也不一定，毕竟 AP 英雄种类还挺多，他不像上单打来打去就那几个，主要还是野区那波，他们两个被宰了。 妖姬伤害低打不了，他们吵架了应该。如果走中单，那第三件就要15了。第三件就不像上单那样走坡刃走，走中单第三件要15，或者一波刀。已经结束了。 走不掉了。有啊有啊！想跑。Shut down！ 我操，终结。 吓到了！这鸟人有一点点尴尬。我所追寻的唯一瓶颈是死亡。我说，噔噔噔噔噔。
Get it, come to it. Really come to it. Nasha, 50 coins, 40-12, 还好。